评审有说你是压倒性的赢了其他的对手，可能是体型吧，压倒性啊最高。然后他也跟我讲说，如果你得奖哦，我们要绕部落一圈哦。那时候说是男生会穿红内裤，我有穿哦，今天有穿，我还是有穿哦，丢出来，丢出来。没有，红内裤上面有个蓝色的袋子，所以它影响我。我真的要谢谢我的爷爷奶奶，我做事情就是很认真，然后做一件事情就是彻头彻尾的好好的努力做。所以我希望，我爸是我们部落今年的头目。我瑞瑞，我跟你讲哦，今天没有得奖，我就变木头了。有啦，家人包括了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哇！还没有呢，我还没有看所有的，都还没看，先看手机。你读不完，一定要这么 live 吗？不敢现场直播，当场哭吧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压倒性哦，对，那我就可能是体型吧，压倒性啊最高。但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评审们给我的肯定，然后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不可置信。然后佳慧姐，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就是志在参加不在得奖，然后佳慧姐跟我说她要颁奖给我，那个眼神的肯定，到今天我上台的时候，那个眼神是一模模一样样。我发片到现在已经第17年，但是我入围已经16年了，所以我真的比较幸运。因为我很记得你那个时候得女歌手的时候，你说你走了20年，所以我真的，所以这样比你有没有比较舒服一点？你17年就拿到啊？对，就可能，而且非常扎实的拿到。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。依照刚才的这个算法，我可能要在12年哦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，向前辈看齐，就是前辈。哎，你是比我们拿奖要快的前辈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是没有拿过歌王。喂喂喂，是已经拿年度专辑。华语专辑，对对，就是华语专辑是大家一起的贡献，是就是说一起制作这张专辑的，大家的共享这个荣耀。但是歌王是我自己的荣耀，但我没拿到，没有觉得很可惜吗？当下还就是觉得说，本来觉得目前最有可能的应该是那个，就后来没有。哦，这种跟我们插足盘，对不对？是房屋有差。对啊。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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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就我连，如果我赌盘，我赌下去，我连赌盘都不会赢钱。还好还好，他那时候说是台男生会穿红内裤。我有穿哦，今天有穿，我还是有穿哦。中了。嗯，对。丢出来，丢出来。没有，红内裤上面有个蓝色的袋子，所以它影响我。歌王没有拿到，对。你第一次入围客语专辑，你就拿奖了，你真的是心情如何？你真的是，而且佳慧，你是第一个跨就是音乐拿到歌后双料，双料的。刚才工作人员有跟我讲，我觉得很光荣，就我们欢迎家人出场。我真的我觉得坐在台下的时候，我看到洪佩瑜上去领新人奖，我立刻画面跳回你的新人奖的时候，我在想怎么会突然间就唱了28年，然后我怎么样也没想到28年的时候我是用我自己的母语得奖的最佳客语歌手，所以我真的要谢谢我的爷爷奶奶，把我教的如此的我应该说我做事情就是很认真，
然后做一件事情就是彻头彻尾的好好的努力做。所以我希望我希望我这样子的态度可以影响到我的以身作则，可以影响到我的孩子们。对啊，已经影响了，连我都影响了。刚才阿丽然后讲说跟妈妈还是不负责的关系，很多人都感动到哭，就是很谢谢妈妈，妈妈他们从台东上来嘛，然后那你为什么不拉你妈妈上去？你是不是只是要跟她借卫生纸？不是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得奖，我觉得我跟得奖没有缘，然后我一直跟我妈妈讲说不要紧张，我今天带你们走红毯已经是最大的荣耀。然后他也跟我讲说，如果你得奖哦，我们要绕部落一圈哦，开我的那个蓝色小货车。然后所以而且又加上我们就是接下来有丰年祭，所以他就说那你绕一圈的时候可以拍给大家看。对，所以就希望我可以就是站上他们的那个蓝色小货车，对，可以绕部落一圈。对对对，有一点像谢票。对对对，我接下来还会去那个录那个乘风2023的节目，然后我今天已经想到啊，我得奖了，那我还要成团吗？有成团，也要成团。对，毕竟我是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第34届得奖的是阿令，要不要成团？要。对，我爸是我们部落今年的头目。阿令，我跟你讲哦，今天没有得奖，我就变木头了。就有啦，家人包括了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哇，还没有呢，我还没有看所有的，都还没去接上手机。你不玩，一定要这么 live 吗？不可能现场直播当场哭吧？好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是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